欢迎各位再次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我是胡服骑射。今天的话呢，给大家做两款 KO 山寨的版本，它是使用了 Hasbro NPM03 的模具下去做小改良的两个玩具啊，都叫做黄蜂勇士。这个如果照英文直接翻的话，应该是这样：WW。那这个是01号，然后这款的话呢是 01B，它是 Black，所以是黑色的。然后两款盒子大小基本上它是一样的尺寸，但是有点意思啊。01B 的话呢是从侧边啊做一个开合，但是01的话呢是从上面做一个开合。那这款的01B 前后的盒子是完全一样的，那01的话呢则是前后有不一样的一个肉。哎，是一样啊，我睁眼说瞎话了。我们从车形态来做一个对比好了啊，首先最右边这一款是 Hasbro 正版的 NPM03，那我的话呢也很久很久没有去把玩了啊，拿出来之后呢玩了一下，真的是觉得非常舒服，NPM03真的是杰出的作品，甚至可以说它是真正我认为吧是 NPM 的第一款模具啊，因为 NPM01 跟02呢其实都是用了变形金刚。电影系里头的玩具呢是做一个精图的版本，而 NPM03 的话是实际意义上第一款全新设计的 NPM 系列的玩具。那这个则是这一次的 WW01 号，然后这个是黑色版本。我们先看一下黑色版本好了，它这个黑色的话呢是有点钢琴黑啊，做得非常非常的有质感，相当不赖。它致敬了变形金刚第四集里头大黄蜂初登场的时候那个黑色的跑车。啊，当然这个造型没有跟它一样啊，并不是真正的那种 muscle car，而是还是使用了这个，原本大黄蜂电影系里头那种 camel，应该是科迈龙的车子吧。后方的话呢，有一个车牌号码，什么意思我不是很清楚啊。那它的一个裂缝的话呢，还是有一些，整体密合度来讲，还是略逊于官方 NPM03。不过因为它是黑色的，所以感觉不是那么样的一个明显。那这个黑色的条纹的话啊，不对，黄色条纹的话呢，只有侧边才有啊。而不像这个正式的大黄蜂的话呢，它都是条纹都是在引擎盖上，这款则是没有的。那整个车子的滚动性可以说是非常的差，一握手上这一款的话呢，几乎是推不动的。你看它这样子推，它几乎是卡住的我也不晓得是什么原因。它往前转的话呢是卡住的，往后推的话呢，只能说稍稍好一点，但基本上推车可以说是推不太动了啊。你压下去的话，它才能够全部推动到。那武器的话呢，可以收纳在腹部啊，这个车子的一个底盘呢，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完全一样。那我们的话呢，稍稍对比一下，都是原色版本啊。我右手边这个是正版，那它的车顶盖各位可以看到，车顶盖前后啊是有一点色差，甚至它的一个黄色有些地方是偏向柠檬黄啊。比较起来的话呢，反而是这一款 WW 的话呢，它是颜色是比较一致的。那翻到侧边来看啊。它的玻璃的话呢，也稍微有一点雾面的处理，但是的话呢，因为它的里头的人形的机芯属部件是亮银色的，而官方的版本是暗的一个塑胶色，所以在这个时候反而是它这个破绽反而看着比较明显。各位看到，在挡风玻璃里头啊，虽然都看得到，但这一款明显是更严重的。那以车子的密合度来讲的话呢，我已经很努力去把它掰到位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还是有个小裂缝啊。可能是我个人的问题啊，就怎么塞，我就没办法把它塞到原位上，然后武器的话呢，正常是可以塞在这下方的啊，做一个简单的小展示吧啊，各位，对于这款模具应该都是很熟悉，甚至于说呢，官方的 NPM，我是不是装错边了？官方的 NPM03 曾经有一段时间呢是价格非常贵啊，就是几乎是。很难买到的一个价格，它也是 NPM 里头的价格，算是很早就涨起来的啊。那么之后的 NPM 确实是每况有点愈下的感觉。那以滚动性来讲的话呢，官方这个绝对是最好的，我上稍微推一下都会跑到很远的地方去。那总的来说的话呢，这款所谓的 WW 的话呢，车头的这个车商的 mark 的话呢，是稍微的又稍微去修改了一下。整体涂装色差它是比较统一一点，稍微好一些。那主要的一个改变的话呢，还是在人形的部分啊。那我们的话呢，也来示范一下这一款WW01 的变形过程。首先的话呢，这里把它推挤开来，然后把这个车门给打开。那我建议的话呢，是先把后方这个地方给解开。
那解锁开来之后的话，这个本身玩具是比较偏紧实的啦，偏紧实的这一块铁的这个部件的话呢，它是特意要推上去把它咬合住的，这个时候把它给松开来，稍微的紧一点啊，整个变形的手感啊是完全不能跟官方的正版去相比的啊，还是需要借助一些道具啊什么。好，这个部件将它打开。那整个变形的时候呢，主要是这个轮胎记得要翻出来，脚掌的话呢，伸出来之后呢，往前伸。那你可以看到呢，这里有一个脚掌的部分打出来。那我们这个时候把轮胎放下来，主要就是这里有一个结合卡扣，跟这里要做一个结合。但在它之前的话呢，这块部件呢先翻过来，这个地方推过来之后呢，可以将这一块脚后跟的话呢，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锁扣啊。那这个卡扣呢，扣进去之后的话呢，也是会非常的紧的啊。在扣出来的时候呢，可能手会有点痛。那这里好了之后的话呢，我们就把整个脚啊，它这里是一个 chicken leg 收进去，拉出来。然后这个部件盖过来，这里直接往上翻，再往下折就可以了。侧边的话呢，有一个组合的卡扣，把它给按上去啊。这样一来的话呢，这条腿的话呢，就算是变形完成了。另外一边的话呢，它也是完全一样的。我们先把这个脚的话，这片翻出来，轮胎翻下来，脚掌也从后面把它给翻出来，到这边啊。看上去的话呢，部件非常的多，但重点就是这个轮胎要翻下来，因为我们需要把这个地方给扣上。这样一来的话呢，脚的一个整个轮廓基本上也就出来了。那这里扣上去的时候呢，必须要两边的角度呢必须互相磨合到位。好，到这边最后就是这个脚整个把它给拉长伸出来，这个部分往上推上去，再往下盖下来，侧边有个组合卡扣把它给扣上去不得不说啊， NPM03 啊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模具啊。脚稍微收进来一点，这个部件呢就能够翻出来了啊。那么前方的部件的话呢，我们可以先把轮胎从侧边先把门打开好了，这个门这里拉出来也是很紧啊，这个我手上这一款是非常非常紧实的，这里翻出来，这里也是一样啊。目的呢是要把我们的手啊从内部给翻出来，这个部件推出去这个情况下呢，手的话呢才比较好把它给推出来。那这个手啊从这个车子底下这样伸出来是非常有大黄蜂阵地里头变形的那种感觉哦，感觉非常的好。然后头的话呢稍微推一下就可以把它从底部的话呢给翻折上来。那翻折上来的时候呢，这个门的话呢是门好像可以先推一下，这个头啊推出来的时候稍微去小心一下，额头尽量不要去蹭到啊，然后推上来到这边，暂时到这里。那我们可以先把这个整个胸口的话呢，这个地方挑出来，往中间做一个集中啊，这个挑出来也是比较偏紧的一个手感。那这里啊，他们多了一个新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改变的地方，就是中间这一块啊是可以把它裂成两边的啊，这里各位看到啊，这里是可以裂成两边的。但是呢，我感觉吧，就是因为偏紧的关系，所以也不是说很好操作，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你要不要变这一块，我觉得影响就看你个人能不能接受而已。好，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把整个背包的话呢。往内折进去，折进去，折进去，整个折进去。然后呢，唯独这个门挡风玻璃是反折的，然后把它整个给收到下方来，折到下方，到这边，好，收进来了。那整个折叠之后的话呢，就透过这个地方，这里有一个洞去扣，上面有一个横向的一个，在这里横向的凸，这里把它扣上去之后的话呢，变形也就差不多就是变形完成了。那这里扣上去的话呢，因为这个还是一句话啊，这个关节比较偏紧啊，你看这个地方把它咬合进去，所以就是手感吧，还是那么一句话。如果你讲求变形的手感的话呢，这个绝对是没有办法跟 NPM03 去做一个相比的。它整个一个部件这样推，甚至连这个地方我觉得都偏紧啊。好，整个的话呢已经差不多快变完，最后就把手给翻出来了啊。手的话呢，我还是那么一句话，也是偏紧啊。这样整个推出来，推这一下，推到最后那一下的时候是有点紧的，真的是需要大力出奇迹啊。那各位应该已经差不多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形象。它的一个整体的配色的话呢是非常非常明亮的，看上去非常的舒服。那最后的话呢，它还有做一个小改模的一个地方，就在背后这个地方，除了这个翅膀翻下来之外，它这个部件是多了一个翻转的一个部件，翻过来到这边。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这一款 WW01 的一个变形过程呢就算是大功告成了。来到它的一个人形状态，那左手边戴上了面罩，右手边呢则是把脸给露出来。那我的话呢，还是将它的原基础模具呢给放到中间，做一个简单的小对比好了。我发现的话呢，它应该有改了四个地方。第一个地方呢是它的，我们先拿直接拿这个正版好了，它的胸口这一带是没有办法分开的，但是 WW 的话呢中间做了一个可以分开的变化。再来是它的一个后面的小翅膀的部分，这里这个小翅膀这个地方多了一个翻折的部件，而原本的模具的话呢没有。再来是脚后跟，那内侧的脚后跟原本的官方版本有这么长一块，但是的话呢我们这一款 WW 的话呢就缩短成只有这么一点点。那两者来看的话呢，当然是新的这个版本的话呢看上去视觉效果会好上非常的多，
那你可能会说，这样子脚后跟的支持力度是不是减少了？多少都会啊，但是以我手上这款正版的话呢，这个部分也是稍微有一点点松，但是有一定比没有好啊。那另外还有一处啊，就它这个指头的部分，在正版的模具的话呢，它的这两根指头是共用一个中间的关节的啊，但是呢我们新的这个WW 的话呢，它是将每一根指头都单独分出来了啊，所以说这个地方啊也算是做了一个新的一个加强。那再来的话呢，我们就对比一下它的一个涂装好了。首先呢，以色差的部分来说，可能还是 WW 会比较好一点点，身上的黄色比较统一。那 NPM03 其实在人形状态下也不明显了啊，但是你硬要比的话，还是有一些小小的差别。再来是它身上手臂这些部分啊，在光喷版本是铁灰色的部分全部变成了金属的银色。那我觉得最大最大的改进则是它的这个地方，看到没有，里头这些油压像是液压管的部分啊，像这种管路的地方，它加上了金色的，应该说古铜色的一个点缀。这样一来的话呢，内骨金属内骨骼的感觉呢就好上非常的多了啊，这一点是要大大的一个嘉许的。那整体配色的话呢，啊，我们要说这款 WW 呢是一个精图版，其实也不为过。那站立的话呢，就是稍微的啊，把它的人物呢往前啊，脚可能要往前打一点点。那后方的这个部分的话呢，就尽量的往后面推，这样站立应该来说问题也不是说很大，不是说很大。那它的面雕的话呢，有一点小问题，它的头顶这个是金属块，那跟这个脸的一个结合的话呢，我觉得不是说很顺手，推的时候都要很用力。那我拿出这个黑色的版本，两个站在一起啊，各位做个简单的小对比。面罩的话啊，它有一个小问题啊，这块里面有个凹槽，照理说这个头顶这一块要往下压得更下去啊，但是我无论如何我怎么压呢，它都好像没有办法扣下去啊。那我黑色这一款的话呢，还有一个小毛病，就是它的这只手啊比较松，那这手的话是没有问题啊，其他的话呢就没有什么多大的区别。那么两者的话，我们还是多给黑色的这个版本一点点镜头好了啊。这个使用了致敬了第四集巴姆比刚出现的时候那个黑色的肌肉车的一个外形，那非常的好看啊，金属的一个光泽啊，还有手感各方面来说，机器人的状态下这个齿轮关节是完全不逊于正版的一个表现的感觉。那脚后跟的问题的话呢，各位就自己去在把玩的时候呢做一些调整也就可以了。你可以看啊，这个是这个应该说这款模具 NPM03 啊本身就是非常漂亮的一款大黄蜂的玩具。那这个精图版这两个的话呢，我真心觉得还是人形状态来摆真的是非常的好看，变形的话手感是比不上官方，但是也不至于说很糟糕，只是说一些部件的推移是比较紧一点，但是手的疼痛感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小，问题不大。那就利用这一集的话呢，给各位呢一次呢把这个 WW01 跟 01B 啊一块给各位做一个分享。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